人伫拖来，若无拍开，阮哪会知？原来青春的爱是这呢精彩，就算已经过了偌济年代，胭脂捧粉擦洗也伫拖来，若无过去，哪有现在？原来美丽拢是为着心内彼个爱。讲起恁的故事，阮真想欲知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写信也写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了。从二期开始一直到在长庚上班，每次回台北的时候啊，总是在把很多事都在信中跟你们交代，例如说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事，或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什么不顺，又或是说哪些很机车的学姐真的很讨人厌。但是啊，爸爸其实都不想听这个，我知道你想听的是呢，这礼拜我有没有跟谁去联谊啊，或是跟男朋友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事之类的。因为你总是说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所以这一次要跟您报告一件事，女儿我要结婚了。我知道你们担心的事不会就此停止的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会很幸福的，也会很努力。但是有一件事你们也要答应我哦，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。你们知道对我而言你们是最重要的，最爱你们的伟伟。还记得小时候的你们，总是有满满的爱来教育我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长大，也给我们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。谢谢你们，总是支持我去做我想做的事。谢谢你们用青春成就了我，你们是最伟大的父母。谢谢苏伟的爸爸妈妈，那生了一个这么棒的女儿，让我有机会遇见了她。那有了她，完整了我的生命。谢谢叔叔阿姨，培养了一个这么尊重我又包容我的儿子。因为有他，我觉得我们的未来啊会无限美好，我们也会继续努力下去。谢谢你们。